六十岁的罗家良，2003年离开 TVB 后，往内地发展至今。近年不时传出他身体抱恙的消息，直至寻日，他终于出声明指，最近有新闻指他癌症晚期，甚至严重到在医院就嚟死，令他不得不现身，激动澄清。罗家良分别以影片和文字的形式作出声明澄清。现在我的身体非常健康，生活很幸福。在影片入面，身穿红色卫衣的他看起上来精神奕奕，各方面状态都好好。